要下雨了，来吧。下雨了，要往前走，行。这书店能抢点就抢点。 天天下雨，那个材质在田里面都在发芽了，能抢一点就抢一点，不然到时候没得油吃了。哎呀，你看打一遍还没发掉，哇！哎呀，你这个人好心疼的。嗯。 把它塔下能抢几个是吧？还掉了，这么大，嗯，我下了，感谢。 找回个，回个拿起个。搞个拿梯子，空突机。哟，你还在下蛋呢？里面还有个鸡蛋。 哇塞！把这几个蛋都留起。 呀呀呀呀呀！也不掉啊！把鸡翅放那个汽锅里面，把那蹄子洗了。 拿梯子焯点水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加，把它那个多余的咸味去。烧开，洗干净。起锅烧油，把那梯子焯上。 烤一下，同时震动。拿梯子烤好了，填到里面。加水，一次性把水加足。 生姜、党参、人参，放那个干香锅。
3个小时，把水加到位。上面加点水，把它压起，把火烧大点，先把水烧开。熬了几个小时，哇！起锅，把葱花，哇！锅起完，这漂子都蒸的好嘞。来，我干鸡腿，鸡腿开口都是鸡，先啃鸡腿呀。肯定了，你看来我的先干好的高，我吃鸡翅，我的有点疼。好了，先疏通了。好，到位这个。嗯，真的是好吃呀。嗯，这个汤也很好。好。太阳又出来了。啊。油菜不想改了噻。不想改，我往哪改？没拿起子煮那母鸡还是第一次。嗯。我上次在小区那里搞一个拿起子。嗯。不要了。你看有事啊。你有蘸料的起，我觉得不要把它蘸料。不要是吧？我蘸一下我呀。起个拿起子。你是煮了三个小时啊？然后我还整它了。嗯。上汤。嗯。蘸肯定好喝。嗯。哎，蘸料还可以啊。嗯。嗯，很贵。嗯。没有风险，大概拿茄子汗味都出来了。嗯。蘸那个酱，嗯，呀，我那个腿都还没吃完，太大了，嗯，把它拍，又稳点。哟，那肯定难的，那搞几个小时了，他还不难的哈。我的妈呀，好大哟！我都啃完了。啊，我慢慢吃回啊。所以我长得胖些了。哇塞，好大的嘎嘎！哎，你是脸上比我有肉些，身上我也还没有解释。
我也是直螃。嗯。啊。你多吃点面饼啊，厚的还被我吃。嗯。还有我吃什么？你要加少盐。嗯，我喝汤。我去个吃了。好长时间不吃那吃的。猪肝没吃啊。嗯。我吃了猪肝多。嗯。太吃腻了。嗯。下午那个把油菜打一个。嗯。我看看，不拉哈子，它发烧。嗯。嗯。它在里面一热，那个芽子长得更长。那是后来长芽子。火长。我那有，嗯，一个。哎，搞笑。嗯，我做的很，很放的。嗯。